有人说过，史记是悲剧英雄的画廊，而西楚霸王项羽则是悲剧群像中的典型代表。特别是项羽之死这个片段，只用三个主要的名场面就让世人记住了这场旷世悲剧。第一个名场面，垓下之围，一个盖世英雄与最心爱的名追虞姬诀别，充满了悲凉和无奈的情绪。像项羽这样的大丈夫，却用最柔的一面展现了比男儿有泪不轻弹还要悲凉的场景。第二个名场面是东城快战，在这一战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项羽的悲剧与自己一手造成是分不开的。在楚汉形势一目了然的情况下，依旧为了保一世英名畅快的打一仗，只为我项羽还是西楚霸王这句话罢了。甚至项羽到最后还极其自负，怪天怪命就不怪自个儿。最后一个名场面就是乌江自刎，史记最厉害的就是乌江自刎这个片段，没有太多描绘项羽的死，而是重点突出了项羽的性格。一个宁可站着去死也不会跪下求生的英雄形象，就这样被鲜活地树立起来，所以后世才会无尽悲悯西楚霸王。